工程师被骗，我今天是有看到新闻啦、啊，我还是要跟大家良心提醒一下啦。哦。女孩子呢，怎么说？大家不要抖内啦，抖内是，我知道你们这些工程师都是宅男嘛，哦，那收入都比一般人高嘛，那你自己工作也很辛苦嘛，但是。 你说常常去约人家，或是一直抖内，然后要人家出来，然后你觉得被骗，或者说怎么样？我是觉得黄一走刚完休啦，哦，黄一走刚完休啦，哦，其实直播组嘛？十个有十个都有男朋友了，就算没有男朋友哦，人家也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在一起的。所以有时候大家看一下女孩子，就是赏心悦目嘛，哦。 赏心悦目完之后，你要想有多少人喜欢这个女生，有多少人要抖内她，有多少人想要包她，哦、oh,，那你这是众多男人当中的其中一个，哦、oh,，那做这种抖内直播主，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吸引你抖内嘛，因为他唯一可以赚钱的就是抖内嘛，那馆长就不一定要抖内嘛。 哦，当然要抖的可以抖啦，哦，但是我不一定要嘛，所以在他们的操作模式上，他们就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要礼物啊，聊天里面跟你要东西呀、啊，哦，那你如果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，你应该早就不会去抖了啦。对我们不要说都是骗钱的啦，因为女直播主我也认识蛮多，那我我说过嘛，现在直播就是分三种类型。 哦，第一种类型就是属于我这种类型，叫做谈话性节目。哦，公梯公低啦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啦，外子宫讲讲呃外太空讲到内子宫啦。哦，胡画胡烂台就是第二个就是哦第二种类型就是所谓的电竞台，就是打一些 low 啊，打一些游戏啊。第三个就是最多直播主做的，因为这是最好做的，叫做才艺台。 也就是大家现在在台湾哦，大家普遍看得到那几个平台 UP 一、e、7金刚、浪赖，它里面的设计、版图设计、各方面的直播设计，就是为了要让这些干爹，你看他们每个月、每一年都会办很多活动哦，然后直播组来抓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，哎，那这样的一个秀台，我们讲这叫秀台，哦。 他的观众不用多，这个我讲过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一浪贷，它里面的都不用多，五十个、一百个就够了，因为他只要他要的是抖，他要的是钱，他要不是人。你今天一万人来看他，就像我，我现在多少人在看？哦，我现在有，啊，比如讲，我现在四千四百个人在看我，我在那边讲老半天，哦，四千多个人哦，四千多个人哦，大家一块都不抖，我今天的收入就是零。 我如果我是做秀台啦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做像我这样子，我就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因为这个影片它就是一个行销。那你做秀台嘛，他人多不多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它重要是你干爹嘛，会不会抖内哦？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女孩子也会看那种台，他们动不动就是会说啊，各位哥哥给个礼物嘛啊，各位怎么样嘛哦，那。 每一个类型是不一样，秀台他是直接都是开口要东西的居多啦，不然就是私底下聊天哦，聊跟你约，好像什么你抖多少我就跟你约会，你抖多少我就给你影片，你抖多少我就给你神秘小礼物哦，这个就很多直播主他是真的有给，很多直播主是真的有出去约会，但是也有很多相对也有很多是诈骗，诈骗。 哦，诈骗！所以，所以，哦，我不是说抖内这个东西不好。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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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斗内啊！哇，5 0 0哎，谢谢你啊！谢谢加入会员，谢谢4,500的 ATM 提款机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！所以，你今天要去做这个。我 做这个，做这个，做这个，做这个哦！你今天要观看那种秀台，你喜欢你就看一看，送个小礼物就可以了哦。那你自己的钱自己花嘛，一直呢钱自己花嘛。你不要哦，不要给了又在那边抱怨。你你钱要抖出去，其实就是给人家了啦。哦，那你要跟人家谈什么聊什么？所以我常常在看这些新闻，这新闻也不是第一天报的。 从以前到现在，都会有很多什么工程师、什么宅男、什么被骗哦。其实这不叫被骗，他没有骗你啊，他没有骗你啊，他这哪叫骗？哦，你家己应该是哦。我讲这句话会不会很残忍？嗯，我会讲这句话会不会很残忍？那我就再残忍一点，我就再残忍一点。我跟你俩鸡巴有朋友不？ 你无朋友，我管你介绍嘛。但你娘了百几万、两百几万袂开，你免。你提两万块，免。你提二十万，好我。恁别处理一礼拜，免要你。干家你娘几百嘞？干家你养胃？现在干家你养胃？你提二十万给我七天，这七天里面给你增加能力，我帮你增啦。干你赢拢死农的啦，拢就黑死农的啦。几间也干你死农啦，死家你不要不要的啦，干你 心灵力哦，心灵力拢给你切出来哦，给你在这边水这边水，一共这边水虚水,水，给你掬个捏虚水，给你清而清去哦。这个虚水哦，这个虚能啊，女主角给你催，你怎办处理来？免两百，免百二，免一百，免五十，你怎办？阿西啊？要处理噶哦、喔，你用扩查哦，你了白头个走啊！可怕，甲你念咧。 你卖二十万块块，你要传三四个查某囡仔轮流甲你轮，甲你强，介你娘强甲你哦、喔，看查某囡仔哦，你惊死！介你娘规工食鲍鱼，介你娘咧，叫三四个查某规工饲你食鲍鱼，食到介你娘咧海鲜过敏，我话你讲，嘿，你规工嘞啊，怣啊，怣啊！介你娘外口的头仔开钱头仔处理的，你唔处理你的。 哦，他吃，你额头揢入去。哦，他你要垃圾，他亲亲，他爱爱，他抱抱，他你看咩的咧，军甲在面层顶啊，练倒兵，虎虎前进，架饼左去右回，吼、哦。干你娘，狐狸生预备，叫狐狸生预备，在你送，只要那的名称顶啊，他母的，你都无，你都哈，来干娘，各位谢谢来观看,看我的直播、哦，我们现在正在办活动哦，啊。 谢谢那个好，我看到了，谢谢那个干爹三零六七八，78, 谢谢你哦，谢谢哦，好、啊、谢谢哦，帮我冲个业绩嘛，大哥。干你娘你看、啊、的、哦！看荧幕倒嘞，拍手请，哎呀，他爽了！看荧幕，拍手请，干你娘的！啊，有名成无？无，有包鱼汤煮无？无，有奶仔汤啉无？无。 他无？某某，他争抢某某，拢无拢无，你开百几万干你娘！你即马是個，大家一空，啊是安怎啊是安怎你也讲哦，你也讲，你听有无？你听有无啦？啊，查甫人嘛，男神嘛，男神你听有无？男神著是男角控制大了大脑，著男神啦啦，哦，男模男神啦啦。 啊钱哦，钱即的物件吼，毋是要偌好趁趁钱嘛，恁拢了解，趁钱够简单？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啊啊吼，啊会晓算啊，毋通袂晓算啊？哦，啊恁遮的吼毋捌出过社会，规工读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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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读甲读甲拢全册，读甲了啊，足好下城市的出来开始做咖啡做老，足骨力诶，规工爆肝，啊你遮趁的钱讲较歹听的迄拢零工汝也看医生的呢。 人工甲咱治疗，哦，要灌药啊，哦，补身体，哦，你甲咱即阵嘛咧努力咧，迄是人工。你老的时阵，你可能是十岁，可能会中风啊，可能三十八岁你个脑溢血啊，迄是要互你看医生的呢。你安尼个岛内啦，岛内你也讲，吼、哦，有当村啊，你听有无？这个拍咪啊，这个小啊，爱甲抓出來，哦，无伊个假闹，哦，甲啊，我拖痛、啊，我头痛,、啊我痛,啊我痛啊，你喘一下，甲恁娘咧捞出来，真正毋是。 唔是屁血，哦，嘛唔是屁塞，嘛唔是甲你黏下鼻涕，哦，拢唔是，流出来拢少咧，甲你黏下咧，会搞你个头壳，哦，即、這个歹物啊，爱甲抓出来，无唔对，但是你敢有抓出来？啊，你肚内你会抓出来？可能啦、啊，有个人可能，你穿了足多，啊，馆长，Open my eyes，哦，这肚、個、内可能，我甲回一个一个高潮啊，哦，这个变态嘛，啊，有人对不对？对唔对？这个叫变态嘛？是唔是？ 这个叫变态嘛！啊，你今啊你干你娘，你敢干掉啊？无干掉，你敢抢掉啊？无抢掉，进掉啊？无啊！著啊沒啊你又把几搬出去啊！啊，我今啊无甲你好好啊甲你这个啊，人讲人讲啊，你听我这句话，我这句话听你讲，哈！忠言逆耳啦，良药苦口啦。忠、啊、言逆耳，良药苦口啦。哦，啊你整天你在那，你规工你了干你娘好几摆咧，所以你别真正是哟。 真正是我毋知要来对你讲，好无？所以哦，拜托个，久边有朋友，朋友甲斗参共一下，妈伫岛内啦，带伊出去看一下，带伊食食豆干嘛？啊，无带伊去酒店少坐一下嘛，了解一下行情个嘛。笑话讲，甲恁孃手也无牵到，恁孃百几万、两百万，一头讲到你啊，啊！查某囡仔毋是你看水，你看伊直播顶啊！ 干你娘！你叫伊，我讲恁姐头个小龙干你娘！你叫伊哦，你叫伊，你叫伊来，迄个迄个滤镜甲改掉，哦，迄个迄个妆啊，迄个话妆甲闹掉。干你娘！小姐你，你是谁？你影因酒台进前，迄个话妆是画啊干那恁娘几卖嘞？迄个滤镜是开甲上强嘞，迄个灯会灯会个安尼，拍光拍甲迄种嘞，迄观众看袂出安尼作文嘞，迄条仔嘞。欸 迄或者不气，你拢看袂着呢。甲你娘你，你喺个岛内了。诶，哎，真正迄个面，你娘嘞，我、嗯、那你的衫、喔、哦，伊安尼啦。摕落来你恁你的 T 恤，你穿白，你穿乌，你穿乌。哦，嘿 T 恤你，你安尼，阿你混在落来脱模拄好面拄还好。甲恁娘也混拄啊点么顶啊？你,剛剛你,著你看迄抹啊高好了好啊，哎，滤镜开偌大了好啊。 啊，家咧、欸、看本人吼、喔，使恁娘咧想啊！少年，我甲咧讲啦，哦，恁家卖讲少年诶啦，恁家哦咧读呢，家哦干爹，都会啦，都会啦，哦，你像、哦、一寡唔正经，啊，阮老爸有钱啊，啊啊，阮老爸拉互我诶，啊，我尽量开啊，啊，恁娘了要遐惊，哦，啊，你也、啊啊、靠家己诶哦、喔，要趁钱啦，要安尼开啦，我是感觉拢白，不拢拢拢拢拢拢读个工读。 诶，拢他讲着，哦，图呢？当然嘛图，恁嘛图我，我嘛足爽诶啊，是毋是？而图图斤斤钱呢？奈无问题是，是啊收乌倍啊。你若讲恁想，逐个月来遮，莫讲百百二万啦，莫讲百几万啦。你干若一个月来我遮等差不多，你像移动啊，你我都袂甲动啊。刘啊刘阿讲伊嘛毋是逐工来，哦，你若讲有一个痟个，伊规工来就一万、一万、一万。 几班几班几班打工的啦，我嘛洗牙工。馆长是不是常讲这句话？馆长是不是常讲这句话？我想点下工，哎、欸，谢谢加入会员的、喔、所有人。我想点下工，恁有需要恁卖图呢？恁尽量买我物件，恁个恁个看中去。啊，恁也真正要图卖多啦，大家欢喜干完就好啊。你看我嘛袂安呢，哦，所以我是讲讲，即、這、落、個、直播给礼物，即落物件。 已行之有年了啦，这个兰尼一来了，已经五六年去了啦，你还要再被，你还要因为看起来这个女的看起来怎么样，你这样子就把钱都花掉，我觉得真的很不值、啊。如果今天她是你马子，她是你一见钟情的对象，或者是说她人家真的有跟你上过床交往过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你搞偏嘛不给，我你一班啊！ 我爸爸中风，妈妈妈妈得癌症，弟弟脚很麻痹。呵呵你阿讲遮可怜，我听你讲诶遮可怜。你甲你骗嘛无要紧，上无你有食掉嘛，上无你有牵过手嘛，上无有一个情敌诶嘛。哦，你七，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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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你看这个直播助理啊，无是西医，你啊连看拢无看。讲阿爸呢啊，小居民嘛无，连一杯凉个小居民，加一几分嘛无，你,你咧干恁娘嘞！ 他个小候得着，逐逐工就安尼，几万、几万、几万、几万，然后积积个，你领了几百个一两百。哦，啊你会摕互你爸母一两百。你斗阵呢？较早诶朋友甲恁捌即满诶拄着困难你何一两百？钱毋是未开诶啦，哦，钱毋是未开诶啦，垫垫自己就真凉啊。啊是真正啊，真真真省事啦。 你著卖去找人看不了，都袂就这个新闻啊！哦，我就有钱，我著要开啊！你搞插哦，你有好啊？哦，哦来，我拄仔看一个问题，你的脚受伤，你深蹲，馆长啊呐，我著是甲吹落去对但是哦，我是足不舒服的啦，哦，我是打不实哦，我就是要把我只脚打不实个压克，什个问题哦？压来你嘛看无啥有啦。 反正个跪下，甲恁停，天甲跪下，拢是痛甲要死。命啦，我嘛是人教弟嘞啊，我嘛是教练啦。哎呀、啊，这句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啦。虽然每一次运动都会痛，但是我，诶、欸，我前天蹲两百，可以蹲两下了。哦，那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慢慢慢慢的这个恢复越来越好。馆长送你一句话：永不言败，永不放弃，坚持下去。 哦，当然医生要评估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就是脚坏掉了，你还硬做啊？我也没有看到你的动作哦，万不信你动作做错怎么样？所以要评估，但是永不放弃哦，训练到死的那一天，你就会就会练回来嘛，一定是这样的嘛。虽然很辛苦了，虽然很辛苦了，哦，虽然很辛苦，哎、欸，我说连千亿要讲连千亿，千亿凶哦。 他从以前到现在，他就是找 JKF 配合，JKF 也有找馆长配合。他要打电话给小雨说，要不要免费的？你连车马费都不用给，你连车马费都不用给，他就免费帮我提供。他们会换换美眉来站我后面当我的助手。那我是说没有必要。第一个，哦，第一个我公司不让人家进来。第二个。 哦，我认为做直播我是靠我自己，我不用像秀场一样这样子。第三个，我女粉很多，我有第一、三个，我有老婆，再来我女粉很多，去找一个妹站在我后面，哦，女粉会不开心，瞬间聊天室哦，可能现在多少人？现在五千人哦，五千四百八十六人，现在他妈的剩四百八十六，五千个女生看了不高兴就走了，哦，真的，所以我是为了女粉多了、啊，我怕女粉，女生都爱吃醋嘛。 哦，那你找那个那个美眉来站在我们后面，他们女生会吃醋。不看呢，操你妈的！然后每个都变黑粉。我以前是馆粉，自从馆长后面站了 JKF 女郎之后呢？哦，所以就是我这个馆长，你果然深思远虑啊，远眼光真远啊,啊、no、！Of course，of course，什么卡？什么卡？什么卡？哎，当然那、啊、当然、啊、，of course，什么卡？哎。 哎、嗯，那叫一个女生也不会比较好了，哦，也不会比较好了。哎，所以你说，哎、欸，馆长他赞一个，他赞一个，他很好啊，他他他他,他这样的，以安内开大方式是是一独特的风格，哦。 所以他这样做是正确的，千亿啊，他这样是很正确的，因为他这样子行之有年嘛，那最早出来就是旁边就站了嘛，所以他这样是 of course 的，非常非常非常很符合啦，很符合那个调性，但是馆长旁边站一个就不符合了，就不符合那个调性了，哦，哎、欸，真的不可以啦，女孩子会吃醋啦，哦，是不是？我要的话，女粉报名。 他站我后面就好啦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后面就不是看到 Notorious，后面就看到的布幕是女，是都是女孩的墙。后面站很像那个，有没有看过那个？有没有看过那个？哦，晋级的巨人啊、哦，那个巨人都藏在墙后面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是，哈哈哈，我也是，我藏在床里面，哈哈哈。哎哎，真的，一个床那么大嘛，里面里面夹层哦，藏了四个女孩子，哈哈，嗯、哎。 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女儿强，没有错啊，没有错啊。所以说，所以说，所以说，就是呃、哦，今天是时间到了是不是，是大家都要加会员。还没有加会员的朋友就努力努力一点哦，谢谢你哦，好。所以你说开直播这种东西，你说要占一个 J K F，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啦。 哦，oh, 我没有办法了，因为这样子会有很多不好的声音啦，我不是说女生不好，我不是说 J.K.F 不好，我是说这样对我不好，因为调性不太合，调性不太合。来印尼的朋友，你好，啊，今天是台湾人吧？跑去印尼工作吧？对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多人加入，好多人加入，就是个人风格啦。那我不喜欢这样子做。 因为我喜欢，诶、欸，直播就是我跟观众的事嘛。哦，我觉得直播就是我跟观众的事嘛。观众为什么来看？就是佛你嘛。所以就是，就是我我我跟观众的事嘛。所以是我跟，我跟观众。哦，哎呀，不要再讲说布幕。我跟你讲，做这个布幕好处多多啊。这个布幕好处真的很多啊。你不要一直活在过去。 哦，做这个布幕呢，特效啊，或者说我在聊一些事情啊，或者说我在打游戏，尤其打游游戏看起来真的画面真的很好。哦，这个布幕的东西呢，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它没有比较不好啊。那你说没有真实感？哦，也没有什么真实感啊，这个还没有什么，这我人我人都在镜头前面还没有真实感，你要什么真实感？对啊。 那这样的质感也不错哦、啊。那重点是它后面的图可以无限换。那现在还在画嘛？就是说，比如讲说我今天要讲什么事情，比如讲说我打个比方，比如说今天要看一个人骂我啊，或者说今天有什么社会议题啊，就是我可以直接把图片关掉啊，把新闻打开啊，然后把人缩小啊，然后看着可以让人看啊，大家讨论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这样就是很有质感的东西啊，就是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逐字稿。 不用像以前那样切过来切过去，哦，就是可以啊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啊，或者说我们看一下谁的 YouTube 啊，或者说对不對,对？你说他、啊、刚看我们自己 YouTube 啊，呃，这个都就像我其实我这个很好，画面都很好啊，大概是八四八五左右，但我比赛的时候就是会到七七七七减哦，七七公斤减哦，超、哦、多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其实你就想嘛，我我原本的肌力大概是属于八。 所以你说好不好？其实很好，这样的一个，这样的一个很好，我觉得很好了。